你讲在哪讲？彭坦。嗨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又来 FB Live 了。我们这个星期会有三次，星期一次，然后今天星期三，我们邀请到现场邀请到 A Plus 人物。今天来了两位嘉宾哦，一位就是我们的 A Plus 人物阿 K 黄淑慧，来跟听众打个招呼吧。嗨，你看他今天全副武装，有带着吉他，就代表今天会有弹唱。然后另外一位呢，嘉宾就是郑可望老师，郑可望老师也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Hello，Hello， 早安。你还要讲什么？所以今天会很热闹，又搞我们第一次录音室好像那么多人。是。之前的时候好像最多都是三四位吧，可是今天你看又有吉他，又有其他手手，女儿也在对面哈。OK， 所以我们今天就会很好玩哦。这一个小时里面，你可以听到阿 K 的弹唱，也可以听到很多精彩的访问来聊一聊，而且郑可望老师也会跟我们谈谈现在可能音乐产业的一些发展是。所以今天一定会很精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CD Plus 的 FM 106，也可以透过我们的面子书，现在你看到的这个 FB Live， 把它给 share 出去，好不好？把它给 share 出去，现在有多少个人在看，然后全部人一起 share 的话就 OK 了。嗯，给今天的网络还算哦 OK 不错，还是有一点卡卡有来吗？一点点啦，希望不要影响太大了啊。所以106.106是哪里都是一样，对吗？不是，只有雪。哦、我们发射站是那个106，所以就只有在那个地方，雪龙一带，还有你马六甲北部那边就是106， okay. 还有芙蓉一带是106。因为像其实电台它是有不同的发射站的，它一个发射站 cover 的地方不能够太大，所以它可以把功率调得很大，但是一大的话就会盖台，就盖到其他台的声音。嗯，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先播你的歌，等下我们接近访问啦。OK OK， 播你的这首好了。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阿 K 的，或者你是希望阿 K 去到你的学校啊，或者去到你的家给你唱唱歌？去到你的家唱歌给你，可以去到你家乡唱歌。OK， 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你要去我家乡了吗？对不对，居銮？对对对。居然好好好玩，在每次七八月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活动哦，对、嗯，还有那个起风了，对，起风了。OK， 有听众问 Stella 就问说 JB 的话怎么收听得到我们电台？哦，新山的话可以透过我们的 CD Plus 的手机 App， 嗯，可以去下载，不管是 Android 还是 iOS 都有，然后可以透过线上收听我们的 CD Plus FM.my 这个。官方网站，我知道很多，我已经不止一次南马的朋友问我，北马的朋友也问我啊，对对对，我的家人、朋友、同学都有在问，是给我们多一些时间啊，我们才三个月大而已，慢慢来，不着急哈。哇，还没开始就已经30个人在看了，好，希望能够多一些人，所以希望现在把这个视频给share出去。有一点卡卡哦，嗯。是好的。一首歌。嗯，一首歌，直接进。等一下，我提醒我录音啊。OK。等一下，我们一点也会重播这个访问。下午一点的时候。老师，这首好像是最后一首录的哦，是吗？所以老师你都会记得的、记得。你是会怎么去定这十首歌曲谁先应该先录还是什么，会先跟歌手讨论吗？录就还好、制作状态、对，你那天你会问他你今天想唱哪一首然后才录吗？没有没有啦，就是先其实我们对对我们反正在因为他的专辑我们制作比较久吧，3年的时间，好长哦。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我就选了几首是，我们在简单玩的时候玩得很开心那几首歌。就想要找一个方向跟感觉。嗯。就把那几首歌一气呵成，我前面完成前面三首左右的歌曲。明白。然后后来慢慢在三首了之后，
就在想这样子的话，他剩下的那个 demo 的歌曲里面有这一些歌曲，嗯，像这张专辑要表达什么，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内容，怎么样的讯息，嗯，然后再挑，在想说，嗯，这样子的话怎么让用音乐把它编曲啊，把它呈现出来，嗯，其实还蛮好玩的，对，其实时间虽然是长了点了，但是。过程还是很爽的，因为去生小孩啊，嗯，对对，过程所以中间就断了一点，对对对，把小孩再顾大一点，你看是没有问题的哦，没有，是很顺，现在我知道了，我连接到外面，所以我一直卡，讲 我不要抢你的线，啊，就我不要抢你的线，我甚至手机是开的，接外面的。你接外面的，这样我电脑差一点呢。OK， 我们还有一分钟。你share了吗？share 了，两边都share。两边都share？ 两边都share？ 哦，自己的。是生活。然后我们在做访问的时候，可以在 Facebook Live 下面留言，就可以马上做一个即时互动，没错，是不是很爽嘞？没错。好、哦，刚刚问那个新山怎么收听的 Stella、嗯、就已经讲说下载，现在在收听了，耶，太好了。Chang LC、嗯、LC Chang 就说 Morning， 好 ，OK， 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这首歌曲是阿 K 黄淑慧的《好了》，他今天也在现场哦。今天星期三，我们进行的特别单元就是城市 online。每个星期三都会邀请一位在各个领域呢表现非常出色的人来到现场，来跟他们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成功之道。你好，我是小马。你好，我是 Yoga。今天来的这位嘉宾是阿 K 黄淑慧。阿 K 你好 ，Hello， 大家好，早安早安，我是阿 K。阿 K， 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但是也没有深交。不过第一次、嗯、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访问你，虽然之前你有组合过，嗯、然后也有单飞过，然后自己发专辑、嗯，但是一直很可惜没有跟你做一个近距离的访问。这一次终于有机会了，嗯、而且你今天不止你来哦，其实还有郑可望老师制作人，音乐制作人在现场。可望老师你好，哎、hey, ，大家好，欢迎。而且刚刚私底下就聊天，发现两位都是我们 CD Plus 的听众。对对对，对，而且每一次收听都有收获嘛。而且我们的选曲特别精彩，对不对，可望老师？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选曲太惊艳了，太惊艳。了就连就听电台听那么久啊，嗯，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曲，还算是在马来西亚头一回吧。啊，你我真的你这么说，我们的音乐的总监会现在应该开心的跳起来了。好，我们也正在进行 Facebook Live 哦，所以想要跟我们的联系、直接交流的朋友呢，可以透过我们的 Facebook Live， 可以去到 Facebook 搜寻 City Plus FM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了。其实阿 K 可能有一些听众对你来说，对是有一些既陌生又熟悉的，然后这最近又隔了三四年的时间又发了这张专辑。嘿、hey, 其实一开始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自己很喜欢唱歌了是吗？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然后爸爸妈妈都会唱给他们听，然后对着自己唱，哎，对着镜子唱歌、嗯、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参加歌唱比赛啊，嗯，然后一直到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到海螺蜜歌餐厅驻唱，嗯嗯，然后就开始写歌，嗯，然后发片，所以其实整个过程从以前到现在好像从来都没有
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感觉这跟你的生命是直接有关系的，好像音乐和你的生命是息息相关，是有联系。对对对对 对，好像没有你的生命就是跟音乐脱不了关系的，就没有中断过。Music is in your blood。之前一开始你发专辑的时候，一开始是一个双人组合 Suki Mina 的这个组合，嗯、那一开始。嗯这个组合后来 Mina 就跑去了读书，然后就这个组合解散、嗯、那个时候会不会讲说啊，我的演艺事业是不是就要就此一个句号了，有没有那个念头？其实还是有，就觉得哦解散了嘛，然后就突然自己一个人、嗯、然后就觉得说不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嗯，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就又再回到餐厅去驻唱，嗯，所以然后还是陆陆续续的更努力的写歌这样子、嗯、所以其实因为在做这些事情其实心里面还是踏实的，也没有去想说未来会怎样，就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然后做好它就好了。对，现在还有跟 Mina 有联系吗？其实我们私底下对不起，其实私底下有一个我们好朋友的一个 group, 群组、嗯、对，群组我们都会在那边联系，可是见面的时间真的很少的。嗯嗯，那阿 K 你之前就是有在中国北京发行过你的个人专辑嘛、嗯、然后后来还在台湾单飞过，那你一开始和搭档拆伙单飞的时候呢、嗯、你会觉得那个转变落差会很大吗？就很多事情以前就有美娜可以一起分担嘛、嗯、那现在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单枪匹马的去面对啊，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紧张、嗯、因为以前 Suki Mina 代言人比较常说话的是美娜所以美娜离开了过后很多时候自己都要去承担这一些，所以会比较紧张。嗯，后来2007年你也决定离开舞台回到马六甲、嗯、然后那个时候也渐渐淡出大家的视线，其实那段时间你还是在后面有做一些东西对吧？回去那段初期就是在调试自己的心情，在想说是不是还要继续发片啊，还是要转到幕后去。嗯，然后我也就到了一个咖啡厅上班，嗯嗯，然后在民宿上班，嗯，对，然后还有在那个咖啡厅驻唱这样子。那个时候有想过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这么样了，可能就可能不会再发片了，就可能就是在马六甲继续这样子的一些生活吗？对对对，那个时候是这样子想的，就想说音乐就让它暂时停下来，嗯，然后可能就是不要发片了，就是这样，嗯、然后继续去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我觉得好像自己的声音还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那个特质、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咖啡厅唱歌的时候就唱了很多我平常都不唱的歌，例如就是人家喜欢听的那些 K 歌。对，以前我们在民歌餐厅都是唱人家喜欢的、嗯、然后过后呢在那个咖啡厅我就唱很多英文歌，唱很多我以前都没有去选唱的一些歌曲，嗯，然后就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的一种特质吧。所以是试了很多次才找到，哎，哪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曲风啊，唱腔。对对对，因为以前可能还是会带有一点模仿，可能模仿王菲啊、嗯、唱范晓萱的歌又有一点模仿范晓萱、嗯、唱不同的歌都会有不同人的影子、啊、对对对对对。而且在台湾发片的那段期间可能会更模糊，因为那边的资讯量非常的大、嗯、而且可能要上很多综艺节目，上很多的访问，大家可能抛给你的问题就是很多八卦或者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嗯、或者会那时候有一些些的小迷失方向是吧？就觉得那个心是不踏实的。嗯，对，然后好像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自己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向，所以那个心是就因为不踏实，所以做起来就没有信心，没有自信。所以我回到马六甲过后，其实那段时间就是不断的在寻找自己、嗯、然后不断的聆听自己，然后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的一种态度跟方向。嗯，那后来就在4年前的时候你去到中国发展嘛，那一次呢你还参加了歌唱比赛。嗯，那其实你那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是觉得说嗯你想要带一些奖项回来的吗？还是抱着嗯只是尝试就好了，就是去玩的心态就跟你时常玩的、啊啊、简单玩的感觉是一样。对对对，就觉得
深圳好像还没有去过，要去一下。就觉得反正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唱嘛，所以就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体验。对，而且中国在4年前应该算是蓬勃发展，各个的一些音乐比赛都很多很多。现在演艺事业绕了一大圈，然后现在又遇上了渴望老师，也发行了这张新的专辑。其实每一次发行专辑，不管是双人组合也好，在台湾发专辑也好，然后现在在马来西亚这发的这张专辑也好，每一次发行专辑是抱着怎样的一个心态？Suki Mina 的时候就当然就是觉得哇很好玩哎，然后很多事情有要想要成红人的感觉了吗？那时候想要大红大紫，走在路上有人来跟你要签名要拍照这样子。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种。你是不喜欢这一套的？我觉得你反而希望在路上没有被人认出。其实也没有去想这些，我觉得就是自自然然就好。可是现在就是偏偏有很多人就想要成名才去学歌唱，才去学拍戏什么的。所以你是德巴类的？我是德巴类的。对，像是还是我们这种比较80后的会有这种心态。我也是希望在路上，可能我自己的情况是，有的时候在路上不小心被人认出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你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会啦，就是可能要签名还是什么，但是目前还是比较少的。就是可能拍照啊签名这些我都会很乐意去做这些事啦。只是如果是有被那种一直跟在你旁边，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啦，就觉得怪怪的。对，我有个同学正在看，他也是住在马六甲，他就说阿 K 也是慈济的爱心妈妈哦。哦，对对对，我有去上课，所以也是有在社会那边也是有做出，就没有唱歌的时候，就好像一般的普通人这样，带着小孩，跟着老公，然后再做自己的一些小生意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生活是反而是你比较向往的，而不是那些很。炫光很一直要往那些大舞台，很向往那些炫光夺目的这些灯光这样子吗？对啊，我就是喜欢走进生活里面，对，然后就是对不起，就是简简单单的，然后很舒服，然后可以陪伴小孩，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因为一个创作人其实走入生活，走进每一个细节里面都很重要。对，反而那种大舞台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会还是喜欢比较安静比较自然的一种状态。渴望老师，现在这样子的一些歌手是不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求了？因为你现在可能看到的很多歌手都是想红想要站上舞台，反而阿 K 这样子的一些性格是比较少的了。现在应该比较难得，真的比较难得。其实相对来说的话，要有内涵是更难的。就我们常听到一些说法是说 no music no life、啊、yes, 对不对？但其实我的观点是 no life no music。 因为一个音乐人要是他没有生活，他要是在生活里面没有足够的积存，没有足够的经历跟体会的话，他的音乐是很空洞的。所以你是赞同没有谈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是写不出一首好情歌的？也不是说你一定要非得你自己去谈，但是你观察力一定要够强。你要对一些事情的敏感度要有，你要思考，你要去感受，要去同理，那你才能够把那一个感觉能够很到位的分享出来，唱出来。这是必然的。太空洞的东西其实太多了，所以很从阿 K 的音乐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很多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也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在沉浮的那段时间，就是在2007年在马六甲的时候，也写了一首歌曲，后来也让大家渐渐的又重新认识了你。这首歌曲就是 Hebe 田馥甄唱出的这首 Love。所以现在可不可以现场麻烦你弹唱这首 Love？ 因为我是在你先清嗓。我是在黄威尔的婚礼上呢，就现场听你弹唱之后就念念不忘。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跟我的另外一半秋月说，唱的比原唱还好呢。OK，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阿 K 唱这首 Love。我爱你，你爱他，他爱他，他爱他，你爱我，我爱他，他爱他，他爱他，
已经没有人醒来，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不快乐，怎么这世界每个人都爱别人不爱自己。帮我下面剪一些东西，我的鸡皮疙瘩掉下去。OK， 好，今天非常的过瘾哦，所以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 Facebook Live 现场看一下阿 K 在台上，可以去到 Facebook 搜寻 City Plus FM， 下一段绝对不会再放过阿 K， 让他来好好的继续唱歌的。Sorry 啊。早上很多痰的，我是一个很容易有痰的体质。OK， 黄桂儿有在看，他就说小马你提到我是辣。对啊，我提到你啊，我说你的婚礼里面提到你啊。那我先简介一下。你是才，好了，他今。你让他来好好的记。老师，接下来就是你的问题了。对。其实现在你目前的生活是怎么样？就是都是在工作家庭如果平常没有来工作的话，就是在家里带小孩，然后就是在家里的生活了。带小孩去上学啊，就一般。你本身是比较居家的一个人，这个阶段是啊，因为有小孩嘛，还是都是在照顾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活动啊。因为你的工作关系还比较可能可以抽得到时间陪小孩是吗？嗯，因为写歌这些都在家。对对对，都在家。所以我都如果上来 K 要的话，就把孩子交给妈咪了。嗯 ，OK。所以现在小的那个就在妈妈家。对。嗯，我有时候去老公的咖啡啊。嗯，就待在那边整天。你是帮头帮尾吗？还是什么？就是小孩睡觉的时候就比较可以帮。嗯。小孩醒着的时候就是在那边，陪着爸爸一起。因为平常，我早上起来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回到家的时候就去上班了，所以有时候就会去咖啡这样陪他， okay， 帮他一下。嗯，所以。女儿也是到了 cafe 也是像今天这样子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边吗？她通常都会去这边玩一下，那边玩一下，或者是看上网一下这样子。所以那边 cafe 的熟客应该都知道，知道她是谁了，就看到她已经是一个吉祥物这样子。因为平常生活都是这样子，可、okay. 以很简单。Yeah. 我讲话我的手很多动作，老师你看。我们更多，我们讲新闻的时候的那个大就真的要比大出来，就当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啊、我们就有那种意境，就是比手画脚了。正常的嘛。对对对，好笑。渴望老师也是第一次见面哦，我和你。
好像是。是，虽然我在这一行，不过因为我一直没有走音乐路，我都是走新闻的比较多，所以就可能跟你接触比较少。我们今天聊应该就是威尔的婚礼的时候见过面罢了。那时候看到他还很小，哦、对对，那时候还很小，还 baby， 对对，才一岁多两岁。那个时候秋月还在怀孕，嗯，所以应该差不多是那段时间。嗯，好早，林中户说好早什么？中户是你的中户。OK， 哦、oh, ，OK OK OK， 嗨。现在线上有这些人，可以麻烦帮我们把这个 video 给 share 出去，我们看今天可不可以再突破一个100以上的人数，更多人在看。而且我发现你有些时候也会用你的个人账号，早上的时候突然来一个 live， 很突然，是因为心情突然有一些，突然觉得很安静，很舒服，就会想要这个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新歌、啊、而且是在个人的，不是在 Facebook， 就在个人的。page， 去给自己的一些朋友那样聊聊天这样的。是什么？没有，他是剪。嗯，黄伟儿说有人提到我，对啊。黄伟儿，每次去到哪里都会看到他，在 Facebook 里面。他的生活是离不开面子书的。他好像在跟踪我一样，是吗？好，我们这些 PSA 类回来过后就进了。老师，你要唱一首歌吗？你要这样虐待观众。老师，你 office 在哪里？在 San Venis Texas。哦、oh, ，OK。不远，不远吗？不远，不远。其实加万里哪里都不远，就是一个中间点。对对对对对对。好，下路。还有这个，他那个弹飞出来，是不是也是你的朋友 Gideon Alubakan？ 阿鲁巴啊 ，OK。还有你的好多朋友都来看你。其实他们都是来看老师的。好，老师这一段还是可能有一些，如果你觉得能够答的，是就问问你， okay. 我们聊一聊天。我来辅助你吧的。欢迎杰回到节目现场，你好，我是小马。你好，我是 Yoga。我们这里就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 City Plus 环球直通，在星期三9点到10点钟的这个环节呢，就有 A Plus 人物。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两位嘉宾哦，一位就是我们的 A Plus 人物阿 K 黄淑慧，还有另外，嗨 ，Hello， 你好，你好，好多朋友在听，好多朋友在看，都是因为阿 K 黄淑慧，还有另外一位呢，就是音乐制作人渴望老师，渴望老师你好，哎，大家好，其实渴望老师你今天来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哈、哦，因为你今天坐在这里呢，就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尤其是唱片圈的这一部分哦，因为有一句话是20年前出唱片其实是发片，10年前出唱片已经变成了一张名片，现在出唱片是一个纪念了，现在唱片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难做？而且你在这一行几年了，已经20-30年了是吧？20几年了。对对对，你是看到的那个起起落落，是不是觉得现在感觉有一些些的有心无力，有这样的情况吗？我觉得过去10年是很艰难的，过去10年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从2015年、2016年开始的，就整个事情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国内就是中国嘛，就他们的那个整个产业版权的那个机制呢，开始成型了。所以这一个反而让音乐做内容的算是有一个转机。以前做唱片很简单啊，就你做一张唱片，然后要听到你的歌曲的人就一定要买那张唱片，就要把用金钱从你的手中把你那个音乐带走。对，所以那教育是很直接的。这个东西，但是从互联网的时代一进入的时候，就整个就断掉了，整个脸就断掉了。所以就变成做音乐的人继续的做音乐，但是呢却没有办法以他们的内容来赚取他们应该得到的酬劳。这是最大的一个
困境。是阿 K， 你自己在好像 Sukimina 的时候和现在、嗯、你自己会觉得差别很大吗、嗯、就是在不管是在接触媒体还是觉得接受到这些受众也好，其实我觉得其实一般上还是还是一样的，嗯，只是现在可能就是大家都以自媒体的那种方式比较多，嗯，然后也不一定说你今天是歌手你就可以红，你就会红还是怎么样，是好像谁都有机会可以红起来的感觉，对，就这种感觉。自己在网上可能自己唱歌上传上去那个 YouTube 上面，点击率高的话，你就算是一个红人，网红了。是，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现在因为有网络越来越普及化了嘛，就是现在如果要下载什么歌，其实是可以随便就可以信手拈来的，好像我们在 iTunes 上面买一首歌，你看随随便便一首就4块钱就搞定了。那其实现在歌迷真的是会为偶像掏钱出来买那个唱片吗？我觉得买唱片这一回事，我就听音乐两个不同的状态。嗯，听音乐呢，其实人口在增加。嗯，听音乐的人越来越多。嗯，但是呢，买唱片的人买音乐的人是越来越少。嗯哦，所以现在反而在整个工业里面最大的考验是这些内容我们怎么去换一个形式去寻找新的商机。嗯。哦，所以现在赚钱的方式，以前赚钱真的好像周华健卖一张专辑百万几百万千万，可是现在要卖专辑已经是很难很难一件事情。你要收入的话是从其他的哪一些地方来赚取来回本呢？至少对，其实在2015-2016年之前呢，整个工业的状态是很非常的狭窄的，就是没有透过现场表演，没有透过他们买票来听你现场唱，是那是唯一能够有回酬的地方。嗯，然后来网络的整个网红的那个状态出现之后呢，嗯、大家也开始学习说，哎，用网红的方式来去卖一些广告，对，软性广告，嗯，可以 post 一张照片，是 Instagram 一张，对，多少钱啊？2000块啊，3000块，看你人口多少嘛，嗯，看你 followers 多少嘛，对，都这个形态其实。也是一个很短暂可行的，因为这个也是手停跟口停的同时的一个状态嘛。嗯，但做音乐的其实有一个更长远的一个资产，那就是你的 IP， 对，你的版权，是你的著作版权，你的录音版权、嗯、而这一块其实反而是更可观的、嗯、因为这个版权的价值呢是永恒的永远的哦，所以要是做音乐要是做内容的人不看重 IP， 而是只是看重说哦，我们今天有多少人口，我能够卖一张照片卖一张广告能够赚个现金5000、2000、3000，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事也是很短暂的。 嗯， 嗯，可是阿 K 的这张新专辑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就是他有发了一张限量版的、嗯、要卖到3位数，那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100块以上吗？是是是啊，对对，那时候你会不会在会觉得会担心没有人在，其实有担心的、嗯、还是会有担心，可是还是卖的还不错，卖的还挺好的，精装版还是卖的比较好其实精装版跟我们的那个普通版是销量是1:1的，真假的、啊、真的 OK、嗯、不过我相信现在如果真的会专不管你是卖多少钱也好，真的是喜欢你的音乐的话是真的会把那笔钱掏钱出来的。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还是不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在 iTunes 买一首歌，可能你就是只是听到歌而已、嗯、但是如果是实体专辑你还是拿在握在手上，感觉是一个收藏了。对对对、嗯、然后你还可以翻，哇哇阿 K 的照片，哇好漂亮哦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惊喜，然后还有魔术可以看，这样什么魔术可以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你说 你要对着光你才会看到那个东西。 OK OK 好，我等一下再玩了可是现在、哦、刚刚可望老师有提到一点，就是现在很多人都会Facebook Live 啊，透过这样现场弹唱、嗯、所以现在的趋势现在已经不需要一个真正的舞台就可以表现自己的才华了吧？对，没错，其实那个互联网的那个平台呢真的让大家都有机会、嗯、是很公平的，是很公开、嗯、很公平的一个状态，但是同时呢也就考验了你的内容有多好，对，然后你自己的那个能力有多强。嗯，要是在这公开公平的舞台上你的能力跟你的那个作品的质感没有太好的话，也很快被淘汰掉。对，嗯嗯嗯嗯。
那其实现在以办音乐会也开始不同了。是，像以前的时候，人家就觉得说，哎，可能办一个演唱会，几百个人，越多人越好。可是感觉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那一些少过50个人的小型音乐会哦，就是感觉你跟听众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距离感。那阿 K， 你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演唱方式会比较自在吗？我觉得会比较自在的。我其实也比较喜欢像这样子的演唱方式，好像大家都是平起平坐，没有特别，我是一个比较高的舞台还是怎样，然后有一个距离，我觉得，而且听众他们可以更直接的可以感受到这个台上这个演唱者的这个特质，然后我觉得那样互动是更靠近一点的，对。你之前也是有在一些好像古迹类一些废弃的建筑那边就办了一场那些类似的音乐会，这样子的感觉就你会很喜欢这样子，你未来也会走这样子的一些趋势。我希望接下来如果未来还有一些音乐会，都会想要选在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那个感动是很直接的，它除了我自己身体散发出来给大家的一个一个能量或者是一个感觉，其实那个整个环境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特别的能量，所以你只要轻轻吉他一刷下去，哇，就觉得感觉先感动了自己了。所以渴望老师，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方式也是开始未来听众是越来越喜欢，即使那个票价不高，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些表演的话，更能够拉到一些死忠的歌迷，是吧？对，我觉得现在的听众喜欢有个性化的东西，大家想要听一些特别的东西，能跟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其实表演的场地啊，表演的形式啊，就包括视频嘛，就是大家在网上放一些视频的话，都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是新的玩法，有什么方法是让别人看的时候觉得说，哎，这个跟之前的不一样哦，OK， 所以个性化的那个趋势还是挺明显的。好，其实在弹唱的部分，你在面对面也可以直接看得到那些观众的一些反应，喜欢不喜欢，因为在大舞台上灯光打下来，其实你是看不到下面的人的脸孔的，而且那些眼神直接那些羡慕的眼神，那崇拜的眼神就直接出来了，所以我希望现在再次出现我的崇拜的眼神来听你唱一唱新专辑里面我除了主打歌黑那首之外呢，最让我一听然后就一直 repeat 再 repeat 的乐观坚强的这首歌。好，我们现在就特别送给你咯，谢谢你啊。我老婆也在看。哦，顺便送给你老婆。OK。开始又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快乐的乐观可以达到一面墙，一面墙的背后还有多少阻挡？我的乐观还有多少力量？仅有的一点来继续继续，我还是那个崇拜的小眼神的，我在陶醉着。想睡一样，不管有多少。
这首歌曲我在翻你的唱片本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女儿说，妈妈，我要把你不快乐的心留给自己，我换一个好的心送给你。其实这首歌曲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感觉好像有一些像哦。嗯，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蛮就很低潮期。嗯，对，所以经常都会在女儿面前哭，哭得很惨。然后女儿她其实是完全可以感受到的。然后她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她会走过来安慰你。然后就变成我好像变成一个小孩，她好像一个大人。她会跑来安慰你，然后拿一个手帕，然后弄湿，然后跟你擦脸，然后倒一杯水给你喝，然后就一直撒羊你的，撒羊，妈咪你不要哭这样。所以像是秋月他也问了，你会帮儿子自己也写几首歌曲吗？有啊，有写过歌给女儿。OK， 那会创作儿童歌吗？会想要创作？有想过的，其实，但是还没有，就是还是有写过，只是没有发表。有写过很久以前，比较就是儿童类型的歌曲，对，就是刷牙的啊，要怎样刷牙，然后牙齿洁白。OK， 哇，这些歌其实传唱度更高的。对啊，好像那个童童欢乐园，对啊，那些歌传唱度很高。渴望老师，如果接下来有没有想过要发这样子的，帮阿皮发一张妈妈要唱给小朋友的歌曲？可以啊你的那个可以啊，就好像人家问你早上要吃什么 coffee day 啊，随便啦，可以啦，都 OK。 好，所以今天的 A Plus 人物呢，就邀请到了阿 K 黄淑慧在现场，另外一位嘉宾呢就是郑可王老师，稍回来呢会继续跟他们两个人聊天哦。出一张儿歌不错啊。啊，我一直走音啊不会啦，还好听不出，我戴着耳机听还好，还好啊。好，我们继续。其实有一些问题，你要不要？哦，还有时间吗？没有。刚刚我们就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Live 上面问，就是有关怡保火车站啊，那个他问你有没有想说在怡保的火车站那边办一个，可能在那边办一个个人唱演唱会这样。我觉得 OK 的啊，只是那个怡保火车容不容易？很美，很美，很美。怡保火车站很漂亮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你去巨蓝，你之前去过巨蓝吗？去过啊，去过，所以知道那长什么样子。之前简单完，我们都是在那个瑞叶老师的，对，瑞叶老师的店前面是吗？两天哦。哎呀，是新的电脑，这次以前是旧的，现在三号了。哦、新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边这个周末下去。这周末就下个周末，真的，下个周末真的。这个节目，这个一活动一结束，我就突然就觉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你是时间一直开车上来上下。那不买就假买。你会自己开吗？还是什么？我自己开。全部都是你自己开。OK。哇，厉害哦！是。我因为音乐变得越来越强。以前我不敢的。其实我觉得开车上来 KL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还是要去面对。你觉得很远，还是你担心你怕开车？因为
我不太习惯自己开高速开远途，而且高速公路的车都很快，其实我开车是有一点慢的。你都一直走在最左边这样。对，可是现在我就一百亿这样standard 标准了，被给人换了，对人家好，可是还是会怕的，尤其有些萝莉啊，真的是开的很可怕，我看到萝莉和巴士我都很怕。对，我会让他先去吧。Adam Tang 也是你的朋友吗 ？Adam Tang 啊 ，Tang T N G， 他说听 F B Live 广播阿 K 现场演唱好棒。哦，谢谢。是，然后有一个是你朋友吧？应该是他说那个 Shi Ryong Yong S Y R I N G Y E O N G， 他说好久不见，祝你幸福快乐哟。暗恋你的人是不是？没有啦，暗恋我就不会祝我幸福快乐。我的朋友平时没有看的都在看，是阿基效应，是可能真的。那个我中学同学平时没有什么联络的，现在跑来看 Michael Jackson， 来听歌，对。好，我们也是一首歌曲回来过后，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想要邀请阿 K 去表演，虽然他说他这个礼拜过后想要休息了。你们住哪里？想要他过去哪里都可以在这边告诉他。虽然不一定会实现，或者可以来马六甲找我的。嗯，就在马六甲长时间都有在那边嘛，对不对？对，如果有在咖啡，我都就是好像朋友这样聊天。有空就突然就拿了吉他就上去唱啊，对对对，就唱歌啊，就很随心这样。嗯。你们有播许巍的歌吗？好像有哎。许巍的歌蛮好听的，曾经找一下啊，直接马上可以找啊，这也方便。是那个哪一个巍了啊？有一个巍字的，有第三集哦，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巍，对对对，啊，蛮好听的，我们这里的一堆都是，你们都是播中国那边的，中国的歌很多，很多台湾的一些独立的乐团，像是我很喜欢蛋堡的歌哦，软，很特别，马来西亚其他电台是没有在播这些歌的，嗯，所以为什么我会转来你们的比较有营养，真的比较有营养，谢谢，比较有东西看，看有营养啦，不要去听没有营养的东西。我没有想，比较有东西听、哦，是、嗯，在音乐上面也是，我觉得会打开他们的耳朵啊，对、嗯，可能永远听这种一类型的音乐、啊，这很需要哎、欸，需要流行曲大家都在热播，一直 overplay 太严重了，对对对对，我觉得，嗯。昨天才有一个简讯不是吗？讲说他终于不用再一直听到一些东西了。什么来啊？什么来去了？这个不是，忘记了。他讲说他一直在电台，其他电台会听到一些比较重复的，就在我们这里就比较难听到重复的东西。嗯、好像确实是这样。嗯。好了，我们回来了。今天如果你只听我们 on air 的话，就有一些些的可惜了，因为我觉得我们 off air 的聊天更好玩哈。你好，我是小马。你好，我是欧达。现场呢就有我们今天的 A Plus 人物，有阿 K 黄淑慧 ，Hello， 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郑可望老师，大家好。其实阿 K， 我们知道你在2010年结婚、嗯，然后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两个女儿了、嗯，照顾孩子的时间现在其实蛮多的，因为你是。因为创作的时候就在家里面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嗯、会让你少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吗？创作、会不会因为照顾孩子然后少了时间创作？这是一定会的。嗯，然后其实之前每一次都会突然灵感来的时候抱起吉他想要写歌、嗯、然后女儿就旁边一直纠缠你纠缠不清这样，所以最后就是放弃、嗯、然后而且那个放弃的那一刹那是带点生气的，所以其实就会觉得不想要在这样子的状态写歌，然后我就、嗯、最后我就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式，与其每次都生气、嗯、啊我的灵感感觉写到很好的时候突然不见了就没办法，然后所以现在就是
在孩子醒着的时候，这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哦，就在他睡觉的时候，他们一睡了，然后我就会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可是睡了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那个哭声也会起来的啊。有偶尔还是会的，所以有时候可能晚上在录 demo 的时候，会被吓到，因为你很认真的在唱唱唱，突然听到有一个小孩在哭，你会被吓到，所以还是会被干扰几次。可是我觉得至少是他们还是在睡觉的状态，其实还好。那你会觉得说家庭生活会让到你迷失了以前的你吗？还是你反而觉得说可能现在就激发出了你另外一个你，可能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另一面，或者更加母性的一面？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完全投入在当妈妈这个角色，然后我开始发现到我喜欢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就开始觉得好像有一点不平衡，开始就有很多的抱怨，我没有得做这个，没有得做那个，每天就顾小孩。所以老公是你的垃圾桶吗？你会把那些不好的情绪都丢给他吗？哦，当然会啊，一定会的嘛。还是渴望老师也被他成为垃圾桶过？还好，老师就还好，我都会找一些我比较熟悉，很熟很熟，就打电话，怎样什么什么的，或者写在日记里面，真的，就会在那段时间觉得开始好像有一点不平衡，然后就会开始告诉自己说，好，我一看到问题我都会走出来的，我一走出来我就会开始去进入生活，开始去做调整什么什么的，像这一次发片，我觉得是一个对一个家庭来说，对我来说，对我先生我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我走出来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再回到家庭里面，那个心情是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你有在做你喜欢的事情，所以你回到家当妈妈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就觉得很多事情都很平衡了，然后对小孩照顾小孩又特别的有那个耐心，我个人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以前是一个很急躁的人吗？因为你说相对现在来说比较有耐心了。也不是说急躁，就是可能急性子，你很想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做的时候，就会有一点觉得很压抑，对，我觉得是压抑。那你平时在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的妈妈吗？因为你的好朋友黄威尔就出卖你说你是一个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的感觉。你会煮饭吗？不太了解什么是不食人间。我会煮饭啊，而且我老公跟我说，你一定要告诉大家我是自己带小孩啊。对，你的饭是熟了就能吃的那种啊？我是会煮，但是其实我煮的比较少。OK， 对，然后我也是煮很简单的一些菜，因为我老公平常都不在家，然后就我跟两个女儿，可能就是面汤啊、炒饭啊、跟我一样蒸饭啊、煎蛋啊，就简简单单的。Oh, OK，那理财方面呢？钱财方面这一方面会不会也没有什么概念，都交给老公去做，还是你是理财的那个人？我老公是他理他的，我理我的。真假的？真的真的。然后理财的部分应该还好吧？对，然后。但是当然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不会吝啬，还是会买。还是你会在发专辑的时候你会跟唱片公司去问，其实这样专辑现在用了多少钱啊，然后现在有没有赚钱啊，你会去追问这些吗？你会很在意这些？问这种东西完全。所以渴望老师你也不会告诉他现在我们很惨你知道吗？这些问题都不会告诉他。不会老板，我们不惨，我们不惨，就希望歌手能够尽情发挥。就不要让他们有压力。其实做音乐应该就是音乐人嘛，要是他们都在烦恼着那个生活啊、钱啊、制作费啊什么的，其实会干扰他们的创作。对，其实这部分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可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有时候也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东西。所以渴望老师就让公司去解决，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公司的作用功能吧。只可以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都不同了，可能有一些歌手呢，他们就是要让自己一定要看到成绩的那种，他的 bank account 要很多零很多零很多零。那你是怎么看待成功的？你觉得说大红大紫就算是成功吗？还是你有别的看法？我觉得不害怕失败的人，然后一直很勇敢的从失败中再站起来的那种人，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是有机会成功的。你自己可以吗？这样可以啊？为什么？
你因为不害怕失败，就代表说即使失败再多次，你很愿意再尝试。对对对，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爬起来。所以你自己也是在2007年的时候也慢慢退下来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站起来的。对啊，其实不管在什么样的领域，可能你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嗯，很有爱心的妈妈，你也很成功啊，嗯，或者是你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啊，很好的主管啊，你帮了很多个员工，你也是很成功。所以我觉得不同的领域，嗯，其实那个成功是不一样的。非常好的一个见解，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就去好好的支持一下阿体黄淑慧的这张新的专辑。然后这个星期也是有一些活动，对吧？对对对，我在8月18号在 Old Gallery， 嗯，7:30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嗯嗯，现在还有在那个票好像已经卖完了。太迟宣传了，但是还有一个是8月26号，嗯，在居銮的这个，嗯，我的家乡，居銮在动，也是会有演出。嗯，好，所以想要更加了解阿 K 的朋友，可以去到你的脸书去找阿 K 黄淑慧，就可以找得到你了。嗯，今天非常感谢渴望老师和阿 K 来到现场，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大家。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可以去吃早餐了。我6点多就起来了，还没有到现在，没有办法。还要跟什么？啊，还没有完呢。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对不起，我们迫不及待吃早餐。还有什么问题的？对不起，因为刚刚是讲说有没有问题可以在线上问。我刚刚有朋友刚刚传私讯来。他说他是第一次，他说知道我当 DJ 这么久，哦，然后第一次开我们 City Plus FM 来听，就是因为阿 K。你对啊，谢谢你帮我们多了一个听众，是。然后一个叫做马龙的朋友，他说他，嗯，哦，他7月23号在玛丽贾 Simple Church 听到你的现场演唱，很享受。嗯。然后 Vivian Moon 是你的朋友吗？啊，对。哦，他说马六甲，我们老家见喽。啊，对，他是居銮人。是啊，来，我们给来看看小阿 K。嗨，来过来过来过来这边，哪里哪里看得到？在哪里看？阿John叔叔。对。所以跑宣传的时候都会带着他吗？不一定，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星期都在 KL 嘛，都在公司，我们有一个创作生活营，所以一个星期都没有见到他，然后又要上来了，所以我就会很想念哦。这边这边，来爬上来，会耶，要不然我会很内疚。环球直通，内疚是，我也会，你也会对不对？我也会。谢谢。大家好，我是爱玉姐姐。哈哈哈哈，欢迎收听 City Plus FM。 okay, 好了，可以了。okay, 谢谢你们，拜拜，谢谢，拜拜，谢谢。